大家好，我是老何。今天是星期几啊？今天是星期三，周三愉快。我们花友问答时间又到了，然后还要强调一点啊，我说的时间都是洛杉矶我所录制节目的时间啊。那么这个时候有些，因为现在我的订阅观众遍布全球。很多地方已经是星期四了吧？啊，没关系。好，我们花友问答第一个问题。老何您好，坐标多伦多，这个月季冬天大部分枝条都冻死了，仅存的强健的枝条开花了，想问我怎么修剪？我看一下，这个枝条很不平衡啊，就不光是冻死的问题啊，你肯定是这边开完了花，咔嚓一刀剪，然后又这边再开，那你这个花是永远平衡不了的。花开得很好啊，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枝头，看这个底端。底端这些枯枝都剪剪光，就剪到哪里伸出来的，剪到底。然后呢，以后尽量不要去开一朵剪一朵吧，尽量去找平衡。你这里可能先开完了，这里没开，不要紧，你等它这里开完了一起剪。那么现在怎么剪呢？现在你这里一刀，这个落枝虽然很弱，但是留着，对的。中间这个已经剪了一刀了，然后这里一串花，一串花呢也别剪太低了，太低叶子太少，在这个位置剪吧。等它花后，咔嚓咔嚓咔嚓剪这个位置，然后中间的一些交叉枝，你看一些细的，中间的挑几个没什么用的剪掉。那这样子，虽然这一块还是会比这边矮，高一点，但是没办法，这只能将就平衡。因为你这边太低了，你如果把它这里剪掉的话，那你这个苗夏天剪成这样，强度过大，小苗不建议剪的强度太大，下面的光合作用的树叶太少，不利于它的下一波花。好，我们下一个问题。您好，老何，打扰了，没事，不打扰啊。看了我的视频，受益良多。新泽西东部农业第七区属于啊。最近绣球上有点问题，请教。第一、第二张图片是一颗6年的无茎下绣球，可以看到花瓣干焦了，我猜是晒太阳的缘故，防止。在东面，夏天能晒到下午1、2点，将近6个小时的阳光。对的，因为绣球这个东西啊，始终还是喜阴的，哪怕是北面、东面、东北面，晒久了，花期缩短是肯定的啊。但是它不要紧，它这些花开的差不多了，马上就有陆陆续续后面的跟上了。很棒，整个秋天都有花，这些枝头应该是肥水充足，秋天都能开的。看这里有花苞了，这个是后续都能开的。然后他想问，想移吧，可能。你推荐的高端的那个肥在催，那这个肥是酸性的，会不会让绣球变成蓝色？会的。希望保持红色，希望保持红色，你就用普通的通用型、通用型的肥就行了，还是这个牌子美乐科的，就是那个30:10:10比例的，就是绣球专用型的肥呢。对于已经开花的、已经有花苞的，我倒不建议用那个肥，就完全看不到花苞，然后枝条也已经快就蛮高了，感觉很棒了，很健康了。哎，怎么老不开花？那么这个时候用那个肥，
再吹一把就能把花吹出来。已经有花苞的花，就你，而且你担心它变成蓝色，你不要用那个，那个 是调蓝色也同时调的，你就用通用型的就行了。你如果想要移的话呢，其实你这个位置做个遮阳就行了，它这个位置做遮阳就行，上面还是找工人做个棚啊，遮阳会更简单。因为你这么大的苗移啊，冬天也得挖一个蛮大的坑，费时费力也厉害。像这两颗红的种了很久了也不长大，其实因为你冬天还是会冻死嘛，夏天嘛又容易晒伤，冬天包一下。其实绣球也好月季也好都不怕冷啊，他们都是怕寒风刺骨，包起来然后冬天这个堆肥再铺高一点，基本上是有效果的。即便有些枝条冻死了，你看春天萌发的时候，然后观察它哪些是不萌发的，再剪一下就行。我们下一个问题，老何你好，我是新手，以前没种过玫瑰，坐标东海岸，今年六月中旬第一次买了两颗，每天浇水，现在各开一朵花，很开心，但注意到有病虫害。我买了什么油喷剂啊，这个英文不会念，就应该就是那种比较天然的那种杀虫剂吧，一周内喷了三次，似乎效果不好。对啊，越天然的东西效果越差一点，这也正常。我们看一下它的苗，它的苗其实怎么说呢，红蜘蛛加蓟马。然后这个问题得说一下，这个地方已经开始枯死了啊。我们用剪刀的时候啊，斜45度咔嚓剪一下，不一定要剪到这个完全的交界处，你要给它形成一个45度的切口出来，这样在浇水的时候水珠子全部能够流下去，不至于再往下感染。这个苗呢浇水还是浇水能够缓解它的病虫害的，你中午去用喷淋水管去喷，接个管子，如果它肯定不是本身喷淋的，本身喷淋的苗你要么晚上喷的，红蜘蛛要治啊。但是你就这么两颗苗没必要打药，就是用水喷好了。还有另外一颗，这颗呢像这个杆子上呢是被那个蝴蝶，就是蛾子毛毛虫或者是青虫咬的，那个不用管，可能都已经飞了，你仔细看一下，有虫嘛就抓掉，没虫嘛可能已经化蝶飞掉了。就是这个苗有点蓟马危害，这种也属于病虫害了。这个裸根苗怎么现在七月份了，你六月份怎么会买到裸根苗呢？裸根苗一般都建议冬天和春天种下去，这个时候种就偏弱，但也没关系，你肥水给到位了也能种出来的，肥可以给了，你这个苗稍微给淡一点，然后呢还是浇水，也不要太在乎喷药不喷药了，你浇水习惯好了，很多药可以没必要喷的。你打的药应该蓟马已经消灭掉了，你的浇水习惯一天没具体说，好吧，我们下一个问题。谢谢老何的实践教学，受益匪浅，现在每天等着看我的视频，谢谢。我住在德州休斯顿啊，德州休斯顿种成这样不错了。目前有很多新的笋苗出来，两颗 Eden
啊，那个龙沙表，龙沙宝石不叫伊登，叫艾登啊，是我儿子提醒我的。伊甸园的意思，有骑马，对，德州很容易有骑马，三合一的要有了，打了2次，整个夏天就是和骑马的作战，你不要指望打2次会好啊，你这个还蛮严重的，还要继续打。需要打药吗？卷叶需要剪掉吗？其实这些都是蓟马呀，不要剪。大家看它压了啊，然后这些都是新笋，蛮可惜的，新笋祸害成这样也就没什么用了。但是长还会长的，不要剪。你蓟马的药啊，你记住，蓟马和红蜘蛛不一样，红蜘蛛什么正面、反面、外焦里嫩的都得喷啊。你蓟马，你就找准了嫩芽、嫩叶子去喷，然后呢，地面啊喷一下，它就是晚上出来祸害嫩芽、花苞，白天躲在你的植株下面的土里面。你这两个环境给它喷了，然后蓟马的繁殖速度比红蜘蛛慢一点，但是也蛮快的。红蜘蛛是我要求是连续喷啊，连着3天。蓟马你可以隔一天喷一次，隔一天喷一次，连着喷3次，或者说你感觉不对了，你就去喷一次。大不了抗药性用出来了，我们就换一种药，同样那个牌子三合一的，还有一种药的，我已经买了，过2天做测评，我自己用用看，然后再和大家说。蓟马就是反复的危害，反复的和它作战，特别是德州，这没办法的。像这种叶子都是蓟马祸害的，笋苗其实很高了，很好了。你的笋苗为什么都倒的？笋苗别压。当然，你如果觉得这些笋都不太好了，想压也行，让它继续长新的笋。啊，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也说一下，也是铁粉，也是龙沙宝石，新苗长出来，也是问我这个是什么原因，啊，他拍的很好这张图，这个就是蓟马祸害的，他这个还没有前面那个严重，打药了，就打嫩尖，啪打一下，然后下面的草地打一下，然后什么时候打？晚上打，打蓟马的药一定要晚上打，效果最好，白天打效果差。这么多人都种了龙沙宝石，笋都出的蹭蹭蹭的往上冒，很好啊，只要把蓟马稍微消灭一下就行了。它坐标哪里？没说，那没关系，我们明年春天相约一起来秀龙沙。然后下一个问题，老何，这是我第一次扦插，是不是活了？我该怎么做？哎，扦插这个事情呢，就说来话长了，我们说一说吧。这个用沙子扦插的啊，扦插呢是这样，龙沙宝石呢是我说火的，我纵火的，我不说全世界啊，就至少是在洛杉矶这一块，那苗圃都快倒闭了，可能现在也生意很好。那么，有些人我知道，为了流量，就蹭这个龙沙宝石的热度，说啊，我扦插龙沙宝石都成功了，怎么怎么样，扦插10颗成功多少颗？我告诉大家，你扦插怎么样成功？能成功，你就是用无菌的土。那么什么土无菌呢？我们做不到。那么一般来说就是买河沙。滓石或者是珍珠岩这种来做扦插，那它受感染，然后烂根或者是不发根，伤口感染的概率就会减小很多。那么这种方法做出来的苗，你只要保证水分、环境适度，发根率还是很高的。
那么我要说的重点是什么？我不是说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啊，我是犯不着这样去做。为什么？这种小牙签苗，你还不是牙签苗，你要把它扦插成一个牙签苗，像这支铅笔这样，你所花的时间、精力、成本，犯不着。就是你即便长根了，你还面临一个二次移栽，二次移栽到。因为你不可能用枝石或者用珍珠岩直接就种了嘛，不可能把它种大的嘛，没有营养嘛。那它很多根了以后，你还得把它移植到另外有营养的基质里面去。那这个移植过程又是一次挑战，就对它那个长根的苗来说，又是一次鬼门关。那么经过这一两道鬼门关之后，哎，你还是活了。那么等它的那个小芽长上来，长成一个像铅笔这么高的牙签苗的，你还要保证它没病没灾。越是生长缓慢，越是小的苗，抵抗力越弱。那么你这个时候得点什么红蜘蛛啊、白粉病什么的，很容易就哪怕是不死，那就不长了。是吧？你半年不长，两三个月不长，然后最后还慢慢死了。就算你打了药弄好救活了，你长成一个铅笔这么长的一个牙签苗，半年七八个月时间过去了，是吧？然后北方地区又冬天了，是吧？你放家里肯定死，你种外面你又舍不得，是吧？你又舍不得动，是吧？能不能动？乐器是不怕冷的，其实可以动的，但是那么小的苗。确实还是容易冻死的。你像我们洛杉矶这边，不会那么极寒，但是你就算是种活了，那第二年那牙签苗第二年你要长成什么样？然后还有一点我说的就是扦插苗和我们现在买的那些龙沙宝石的苗啊，一个本质的不同就是什么？我们现在买的苗全部都是蔷薇根啊，多少强健啊！下面等于说是一个野生的非常强健的根系在蓬勃生长，源源不断的供给它能量。那种根尖苗长出来当然快了，我买来就是一个大老桩，我种下去，我稍微种好点，2年就是超大的一面龙沙墙了。然后你吃力不讨好，你去扦插的话，你花了精力、物力、人力，你扦插活了。2年时间，一个牙签苗能种成这么一小团，能开花，阿弥陀佛了。然后它的根系始终是没有蔷薇的那种根尖苗强健的。那你要把它种成一堵像我那样的龙沙墙，你花6年时间，还要保证没病没灾，是吧？那犯不着啊！一弄10年过去了，6年，是吧？直接去买吧。是吧？像前面我说的，很多朋友，你看那龙沙买来小点小点，是吧？基本上都根尖苗嘛，北美买到基本上根尖苗，压苗压笋一压，蹭蹭蹭的。我们明年春天就开始看龙沙墙了，开始绣龙沙墙了，是吧？好，这一期先这样，拜拜。我们还有啊，接着。